呢次嘅英國病毒變種咧，嘅傳播力咧係相當之強，比現時嘅病毒傳播力咧係高七成。首先咧，我哋會喺今晚午夜開始生效，即係10月22日啦，係收緊預防及控制疾病規管跨境交通工具及到港者嘅規例第599H 章下嘅規定。所有於過去14天曾經停留英國超過2小時嘅人士咧，包括香港居民咧，係將會被禁止登機前嚟香港，直至到另行通告為止。換句話說咧，即係今晚開始咧，係唔會有載住有乘客嘅機咧，係從英國咧係來港。